发生了什么吗？ ...如果这一切的确让他生不如死，他又为什么能够在今天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？ 他所导致的崩坏能异常，就连崩坏兽都无法承受吗？ 如果是普通的人类， 在吗？ 西姆，弗拉基米尔，是你们吗？竟然有声音。